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温哥华地产经纪 Steve 曲杰纯，帮您选好屋，带您看好房。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位于新温哥华市的蒿书贝，来看一看这边的海景度假屋是什么样子。感谢 Listing Agent 温妮中中泰提供的房源，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吧。这个屋子一进屋最吸引我的莫过于前面的落地窗了，在你的右手边其实还隐藏着一个小的办公室，让我们下来一起看一看。这个是这个屋子的餐厅，在这里和朋友们欣赏着无敌海景来一顿晚餐，是不是特别好的选择呢？在餐厅的上方就是厨房的区域了，这里的所有家用电器一应俱全，在您和朋友享受美味之前，不妨在这里体验一下烹饪的乐趣。在楼下和朋友享受过一顿喧嚣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来到顶层的休息区域了。在这里一共有三间卧室，第一间就是我们的主卧，躺在床上可以看到外面优美的海景。同时在主卧的浴室里有一个超大的按摩浴缸，在走廊的里边有着两间卧室以及另一个洗手间。每一个屋子都有着超大的窗户，可以看到外面美丽的海景。或者我们可以来到阳台，享受一个慵懒的午后。在地下室还有一个小小的起居室，并且在我们的前方还有两个卧室以及一个卫生间。在这个卧室，我们也可以躺在床上，看着外面无敌的海景。在西温，带有码头的房子其实是屈指可数的，并且新的码头也很难被取得。而我们这套房子是有自己的码头，你可以停靠自己的游船在这里。我是温哥华的地产经纪 Steve 曲杰纯，感谢 Listing Agent 温妮中中泰，我们下次再见。